一至五中午十二点，只要超 in 九八八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九八八广播剧。九八八制作。另眼相看，编剧许方齐，第七集。是啊，他永远都听不到，是不是啊？徒仔，你肯原谅我？你未走？未走？为什么当初你不跟我说出个真相啊？如果我讲，你仲会跟你爸爸咩？如果我早啲嚟揾你，你又会睬我咩？你就系咁自以为是，只要你觉得啱嘅嘢，就唔理人嘅感受。做妈妈嘅，只为可以帮到啲仔女，令佢哋将来幸福开心。是不会理其他人的想法的，只会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。有一天当你做人父母，你就会知道的。我不会好像你这样，我会多些尊重他们的想法。你读这么多书，一定有叻过人的想法的。现在的你真的好本事又靓仔，我好骄傲啊！我好想同啲街坊晒命，话俾佢哋知我个仔有几叻，唔好羡慕我。点解你唔早啲嚟揾我啊？我边有面嚟见你？我都系到死嗰刻先知道最放唔低嗰个系你。我还可以为你做些什么？我希望你开开心心地生活，生一道仔女，热热闹闹又高兴。我会好好地生活，不会辜负你当年的决定。好，我可唔可以揽下你啊？好，好啊！妈，啊，妈，妈，姑娘，兰姐今次真系走咗噶啦。姑娘会唔会有事啊？冇事，瞓一阵应该就 OK 噶啦。呢段时间麻烦晒你哋。都是一种缘分啫，仲有一件事你应该要知道的。
企华川街第二段30号，电视机下边柜桶有一支锁匙，你帮我开咗床下底嘅木箱，就当系我嘅陪葬品。原来你就住喺呢度，电灯胆坏咗你都唔换，锁匙应该就喺呢度，应该就喺呢一节。呢度咁细，右边系厕所，左边呢道门应该就系你嘅房。佢床头有我细细个同你嘅合照，应该就系呢个木箱。咦？呢啲系我嘅考试卷同成绩表，仲有我细细个唯一嘅公仔。多谢你，仲保管咗我咁多嘢。咁多年嚟，我嬲你，系因为我以为你唔再爱我，唔再当我系仔啊！九八八制作，灵眼相看。佢哋两母子终于都好翻啦。醒啦！哇，你可唔可以唔好失惊无神咁出现啊？呢度系客厅，我不嬲都瞓呢度，好难唔出现噶噃。咁行路都要有声噶嘛？喂，我坐喺度梗系冇声啦。睇你个样，系咪回味紧自己嘅好演技咧？咩演技啊？平时唔讲大话嘅正义女王。今次既然会想到这一招，又扮得兰姐这么自然，不提名最佳女主角呢，真是浪费了你。哼，如果真的好演技啊，就不会被你看得出啦。我怎同呢？有什么不同啊？我认识得你来啊嘛，同埋我知道兰姐真的走了。哼，如果我不敢做啊，那张远图就会遗憾一世咯。兰姐会想我咁做，好似同佢哋变得好 friend 咁啊！连身都上埋啦，想唔 friend 都唔得啦，系嘛？啊，真系攰死我！你笑乜嘢？啊？冇嘢。无端端笑，点会冇嘢啊？我嘅眼线定系 mascara 溶咗？好肉酸啊！吓、啊？你都冇化妆，有啊，你睇唔出咋？呢个系化妆嘅最高境界啊！唔系啊，咁我笑咧，系因为你扮兰姐好犀利，而且咧，我冇谂到你会咁样帮呢啲嘢咯。其实我都唔知道，唉，可能。我发觉可以在临走之前搞开心结或者遗憾，对逝世嘅人固然重要，咁对在世嘅人更加重要。
如果一直都孭住呢个咁嘅遗憾，接落嚟嘅日子一定会好辛苦。就算系解开放低咗遗憾，都需要时间去接受，真系好唔容易啊！喂，我而家同你好熟啊！喂，有几唔熟啊？我哋喂，啊，终于都嚟啦，刘董你好啊，我系 Golden U。我知 Golden Lover 嘅老细啊嘛，尤小姐系嘛？嚟嚟嚟嚟嚟，坐坐坐，啤酒定系红酒啊？哦，少饮少饮酒啊。喂，系唔系个唔俾面啊？我结婚噃，系咪应该要喝一喝气先？嚟饮咗呢一杯气先，嚟嚟嚟嚟，咁多靓女，嚟嚟嚟陪我饮，嚟嚟嚟。咁先饮为敬啊！嘿，好，女强人就系女强人，够爽快。都系公司仔嚟嘅啫。今日唔见未来刘太嘅？哦，佢咧唔系咁方便出面，因为佢系明星，要计电话。哦，明白嘅。佢咧。好喜意你哋影嗰啲婚纱相同埋策划嘅婚礼，又惊你哋俾人 book 走，所以咪要我出面同你倾咯。咁刘董你贵人事忙，其实可以揾你嘅助理同我倾噶。哎呀，我都想啊，婚礼呢啲嘢我唔识噶嘛。不过我老婆佢又唔俾，话要亲自见你先可以确实表达我哋想要嘅梦幻婚礼。明白，明白。咁其实咧，我同你嘅助理初步喺电话度倾过，都准备咗一份为你哋度身订造嘅计划书。哇！而家连婚礼都有计划书，咁犀利啊！刘董，我哋 Golden Lover 之所以出名，就系因为我哋对自己要求高，同时咧都想俾最好、最豪华、最贴心嘅服务顾客。讲得好，既然你咁有心机，咁啊即管睇下你嘅计划书。好啊，你哋出去先啦吓。哦，唔好。他们留下好啊，好。哎呀，那卡拉 OK 房当然要人唱歌才似样的嘛，我又不懂唱歌啊。我还以为你想静静地和我present你的计划书添。那样挺好啊，又有歌听，不会那么寡，我喜欢热闹的。哎，尤小姐你真的很特别啊。那刘董你这样说，我当你赞我的。想点啊？半夜十二点半噶啦，仲未翻？出边有声。芝麻开门。哇！成身走除。我头先咧一直想开门啊，不过一直都开唔到。咁我就谂啦，咁会唔会我嗌芝麻开门，我就会开门啦？点知我一嗌啫，道门就打开啦。我系咪好叻咧？行好啲嚟啊！有咩事咁高兴啊？谂咁多，高兴你个头啊！边有人倾结婚拣啲斜牌嘅卡拉 OK， 仲有成班女围住，黐线！咩人嚟噶？有钱人，肥头，不过唔得意，仲话要撤走啲女，同我单独倾。出嚟捞咗咁多年啊！我虽然年纪有翻咁上下，不过我都 keep 得唔错噶噃。单独倾，用乜嘢你淫从上路教我噶？咁佢有冇乱嚟啊？梗系
梗系冇啦，我边个啊？我梗系留低啲女，少少机会都唔俾佢。嗱嗱嗱嗱，第时遇到咁嘅情况咧，唔该你 call 我啊。call你做咩？嗯，咁多年啦，我都系自己一个人噶啦，咩风浪我未见过。总之咧，以后有咩事就揾我，或者揾其他人帮，冇咩都一个人撑啊。嗯，我考虑下。喂，呕到成地都系啦，过嚟坐低啦，坐低先。Sunny 啊 ，Sunny Vivian， 你见到我？我跟住佢嚟，本来净系想见下你咋。你点会？系啊。我死咗，你可唔可以帮我啊？九八八制作，灵眼相看。你考虑成点啊？我唔系唔想帮你，不过我唔系警察，点帮你揾凶手呢？就算我报警都冇人信我讲嘅嘢啦。佢系我疯狂 fans， 只要再俾我见到佢一次，我一定认得佢。认得佢又点？我要点样帮你揾到证据证明佢系杀你嘅凶手呢？咁咪我都唔知啊。但系就咁死咗佢，我唔甘心啊！明明我就系俾人害死。但是警察、媒体全部都说我自杀，你知不知道记者写得多难听？他们说我是小三，勾人老公，想用死来威胁，结果就害人中害己，我是被人害死的。我信你，不过谁来了 啊？嗯？是你？你这个小三，你在我家做什么？你如果唔系我傍住你，都唔知道你寻日点翻嚟啊！我问你啊，你喺我屋企做乜嘢啊？我嚟搵 Sunny 咯，石日兴，你好过分喎！八年前系咁，而家又系咁，你哋拖出去，出多日，你冷静啲啦！我同你已经离咗婚噶啦，你要同边个搞埋一齐咧，唔关我事啊！但系唔好喺我屋企搞，扯，你哋扯啊！哎、冷静啲啊！边个佢已经死咗啦？佢系想我哋帮佢揾咗凶手，我哋冇嘢噶。我八年嚟都冇见过佢，寻晚系第一次啊。佢系嗰啲嘢，你又唔系警察，你点会帮佢揾凶手啊？所以我咪同佢商量紧咯。你打算帮佢？都唔系第一次帮佢哋呢啲嘢噶啦。咁你自己帮我救啊，唔关我事。游玉金，唔好嗌我啊！乜？你哋离咗婚？嗯，咁当时点解你唔揾翻我？同你过一次，系我人生最后悔嘅一件事。呢间日本餐厅嘅嘢咧，真系好食啦！就算你排咁耐队啊，都值得噶。其实都唔使急住嚟嘅，咁过多两个月咧，等嗰啲热潮退晒，咪唔使等咁耐咯。咁今日得闲啊嘛，同埋我有个好消息值得庆祝。咩事咁开心？我又接到一单大 job 咯，系家私大王二仔嘅婚礼。哦，咁咪好高 budget 咯。嗯哼，我距离我嘅目标越嚟越近啦，好快咧我就够钱可以租一间 studio， 打开门做生意。恭喜你！哇，你呢句说话好行啫，系咁噶啦，唔系讲咩喎？埋单啦，唔该。等我，俾我唔系好够钱，你等我一阵啦，我去揿钱。喂，唔使咁麻烦啦，我今日接咗大job啊嘛，今日我嚟。只系今日噶啦，
咁我哋两公婆嚟噶嘛，做咩咁计较啫？呢两首歌明明系我作曲噶，你哋都应承咗要卖噶嘛 ？OK， 唔卖都算。但系而家孙龙派上台嗰两首歌同我嗰两首歌八成相似，咁仲唔系抄袭 ？Come on， Sunny， 音乐嚟嚟去去得嗰几个音符噶咋，会撞到少少旋律，有咩咁出奇啫？系八成啊！嗱，如果我要搞大佢，我可以告你哋抄袭噶。So， 你以为你系边个？冇人识你噶，你搞大佢，个都臭晒，到时冇人会买你嘅歌。你喺呢行啊，就唔使再捞。喂，你而家喺边啊？布置紧场地咯。喂，今日咧我应该要通顶噶，你有咩事啊？啊，冇啊，唔想听下你把声啫嘛。系啊，傻傻地噶。喂，唔同你讲啊，有人叫我，我做嘢先啊吓。哦，喂，一个人 ？Vivian， 等我陪下你啊！有女明星陪我噃，有啲紧张添。哇，讲埋啲咁嘅嘢，我哋识咗成三年啦。嗯，嗰阵时咧，你系电视台大伟小姐，我就系乐队负责弹琴。嗯。三年后都总算有少少成绩，起码而家开始有人识得我，叫得出我的名字。咁我呢？喂，又饮？好唔开心啊？系朋友嘅，就陪我饮。好啊，惊你啊？饮。老公，我回嚟啦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唔记得系半夜啦。啊，唔好搞啊！你做咩？啊！做咩啊，老婆？你，哇！我你唔系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我饮得太醉啊，我唔知道。你就系我呢个错嚟噶。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我同佢真系唔系你谂咁嘅样嘅，我就系中意你一个嘅啫，我真系唔知点解，对唔住啊，老婆。我要同你离婚，我以后都唔想再见到你啊！《眼相看》第七集，导演廖日豪，配音曾心怡，游若金、连杰明饰演，石日兴、张振龙饰演，张远涛、黄伟毅饰演 ，Vivian G、张晓彤饰演，刘董、林可峰饰演。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，只要 tune in 988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。